俾到一本小飛仔識多，唔識用巴拉格嚟做落葉子嘅風條位。高雄市民農企農會也幾行人來同農民打契約，總嘅八個公頃嘅風條位，一條都係經過三小地點嘅驗證。今日又再個同高雄農改場嚟進行高雄九號風條品種田嘅蔬田使用，希望能把民農種出嚟嘅風條位，消費者會行開幸福。前下高雄九号位种人繁殖技术输卡，为了面农天气神山的风调位，将会透过高雄农改场提供的人人种调种进行留种的作业。未来在神山的调种，将会优先提供拨同面农农会合作的风调农使用。伊呢无种啊填盆哦，贴盆，贴盆的时间以为上个贴咩，按约个也唔容易杀，拄到落雨的会乌黑。按安尼下伊好好啊管理吼，一分地一割四百斤唔会有问题。豆粒的话，那个红的很鲜艳哈。那另外就是说，它的产量也相当的高，是目前的一个主力品种。那我们以高雄酒花来讲，我们大概是三年三十五万。目前同闽农农会合作的凤条田，差不多170公顷。一条通过三手的领养证的凤条位，是农会卖的主要商品。闽农会讲，希望透过闽农好条位品牌建立，帮消费者识到安心又好食的闽农凤条。希望透过品牌经营的一个策略，那当然就要从品种开始，个另外再加上品质的部分，安尼透过三手里的甲边唔喷洒，安尼把它挂当做个落叶季的方式，个安尼的品质做比好。一百五百公顷的凤条位，喺市场上卖唔会超过100元。经过闽农农会三手里的验证的合作凤条，一包会卖120元。闽农会讲，虽然家私冇强用，但也将同农民合作的凤条位，做得帮消费者识得更耐心，也希望有更多人来支持，帮由神山里的凤条种植面积做得来增加。下个新闻整份资工报道。